number one, China. Hey,到了，到了。 Thank you.
China number one. China number seven. 我操你妈中国狗。中国狗吃屎全球第一。中国狗是东亚病夫。大陆狗是只会开外挂的傻逼。台湾第一等。中共第九等。中国狗丢脸丢到外国去。China. This is a message for the bullshits from China. 中国影帝温家宝。中国的会爆炸。 中国人吃屎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是台湾的土地。中国狗都是日本鬼子的孙子。北韩也不中国。中国狗只会开外挂出来逼逼。中国最好的礼仪文化在日本。中国最好的传统节日在韩国。中国最优美的文字在港台。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在台湾。 中国最有头脑的精英在美国，中国最有财富的人在加拿大，中国最有良知的在监狱，中国最无耻的一群人在领导整个中国，养了一群狗，中国吃屎狗第一名。This is a message for the bullshits from China. 中国影帝温家宝，中国的会爆炸，中国人吃屎全球第一。 中国狗只会开外挂出来逼逼。中国吃屎狗第一名。中国狗除了外挂什么都不会，外挂满天都是。中国狗是东亚病夫。中国狗吃屎全世界第一。在习近平要称帝，中国狗还来不及舔习大大的屁眼。中国狗都是日本鬼子的孙子。台湾第一等，独立万岁。 김정은
狗市是全球第一，中国狗市东亚病夫，大陆狗市只会开外挂的傻逼，台湾第一等，中共第九等，中国狗丢脸丢到外国。你把你们的那个东西调低一点，不然你们都会被他影响。中国影帝温家宝，中国的会爆炸，中国人吃屎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是台湾的土地，中国狗都是日本鬼子的孙子，北韩也比中国好，中国狗只会开外挂出来一只。这个逼他妈的他也是最好的礼仪文化在日本，中国最好的传统节日在韩国，中国最优美的文字在港台，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在台湾，中国最有头脑的精英在美国，中国最有财富的人在加拿大，中国最有良知的在监狱，中国最无耻的一群人在领导整个中国，养了一群狗，中国吃屎狗第一名。我现在在他家里面看他表演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中国的会爆炸，中国人吃屎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是台湾的。我无限传送他那个去我家那个，只会开外挂出来第一，中国吃屎狗第一名。中国狗除了外挂什么都不会，外挂满天都是。中国狗是东亚病夫，中国狗吃屎全世界第一，现在习近平要称帝，中国狗还来不及舔习大大的屁眼，中国狗都是日本鬼子的孙子，台湾第一等独立万岁。靠你妈的逼，中国狗，中国狗只会开外挂出来丢脸，你老妈给我操得很爽，快叫我一声干爹。朋友们，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你刚才那个东西吗？Number 7，我操你妈！中国狗，中国狗吃屎全球第一，中国狗是东亚。狗第一名。温家宝，中国的会爆炸，中国人吃屎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是台湾的土地，中国狗只会开外挂出来逼逼，中国吃屎狗第一名。中国狗除了外挂什么都不会，外挂满天都是。中国狗是东亚病夫，中国狗吃屎全世界第一，现在习近平要称帝，中国狗还来不及舔习大大的屁眼，中国狗都是日本鬼子的孙子，台湾第一等独立万岁。你放歌了吗？你放歌了吗？中国狗，中国狗只会开外挂出来丢脸，对对对，你老妈给我操得很爽，快叫我一声干爹。
Taiwan number one! HK Alexio. The whole thing is the whole investigation and Taiwan number one! And he told me about something about like. Taiwan number one! The same guy! Taiwan number one! Wow. Yo, I just. Taiwan number one, is that? Yeah, that's me. Yep. Taiwan number one! Fuck you! What? Taiwan number two! Are you still here right now, Grimson? China number four! I'm looking at angry. Japan number two! Taiwan number one! Oh my god, Chinese number one! Russia number 2, USA number 8, okay? Taiwan number 3, fuck you, baby. I can't believe it. Fuck you, China, Taiwan number 1. Oh my god, fuck you, Taiwan. Fuck you, the USA, boy. We are, you might teach us, man. Fuck you, the USA. I know you are USA. Taiwan number one! Try. Try. Let's go, okay? My friend, let's go! Dude, that was great!远程。
批了。大陆狗是只会开外挂的傻逼。台湾第一等。中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中国狗丢脸丢到外国去。我还能。This is a message for the bullshits from China.这样的，这样的，我按的是那个说话。台独狗被我踢了。台独狗被我踢了，我现在我去追踪他。对对对，它是机器人播放的，它不会说中国话，对，它只能打拼音，哎，哎，对对对，它有翻译机器人说的话，对。K3在他的大楼一起啊，哎，这 K3去哪里了？那个 K3跟他一个房间，我把他们两个都踢了，怎么样？对，我把他们两个都踢了。我把它踢掉就不放了，我操！For a family that cook in microwave, you use a lot of pots. If I don't live...